我是毛毛哥说电影，今天请你吃我最爱的火锅。啊，这些不能出现在我的番茄火锅里。炸火锅了，加一点南瓜，加一点羊肉，羊肉，加一点，加一点豆花。独家秘制火锅，你要一起吃吗？冬天吃火锅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儿。你最爱的火锅是哪一种呢？快点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。上 B 站搜索集合了火锅达人，一起分享你的独家火锅菜谱吧。